迷你世界这些绝版皮肤，你最希望哪个返场？第一个虞姬。说起虞姬，可能好多人都不认识她，其实她上架的时间很短，我都没有见过她上架的时候呀。我在迷你世界已经4年了，可是我从来没在游戏中见过谁用虞姬呀。第二个，拥有一身白毛的大毛呀。大毛好像我记得我还没来到集盘他就下架了，在游戏中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上架了呀。就这样他远离了大家的视线，现在我也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老官方会不会让大毛上线呢。第三款绝版皮肤，齐天小圣，他好像是所有男孩子的梦想，在老板们我们就很难获得，因为他的迷你币要2017个，非常的昂贵，好多人表示盘不起，于是他成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皮肤，并且老官方很少让他返场，我也不知道原因。说起绝版皮肤，大家应该还会想起一个人，就是二郎神呀。二郎神曾经是我入手的第一款限定皮肤，他也是早些年拜仙哥哥最热爱的一款皮肤之一，他和齐天小圣都是天兵天将系列的呀。那时候我们都拥有一个二郎神为荣，